质感都超好的哦，超好的，真心不骗。而且我们近看一下，近看桃粉色，然后它做后棒，它不是那种很亮的，对，它不是很亮的那种，它是有点点比较，我觉得它是有点紫色，对，偏紫的，紫粉色，紫粉色。对，然后雨洁这个就是比较浅粉，而且它是很密的针织，很密很密，它是很密很温暖的。对，大家看一下，近看一下，所以你们里面也不用穿芭乐衣。对啊，哎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就一件就蛮保暖的。如果你家里有这种，就是白色这种颜色比较多，我觉得就可以看这种粉色，对，比较可爱的，或是这种桃色。就是外面比较少见，我觉得桃色是比较成熟的女生可以穿，然后小可爱的话就是搭着对萌系，近看对，他说要近看又很扎实，近看这样，然后揉给你们看。超级柔软，超好摸，它的质感是真的非常的好。然后你们看它这边的车工是很细的哦，对，完全没有瑕疵。然后这边做个落肩，是落肩的版，对，然后直条纹就让你很显瘦。它跟一般毛衣的材质摸起来不太一样，它是有点那种绒布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不是那种很粗的针织，对，它是很细，但是又很密，对，它也不是一般的密针织，它是那种有这种扎实的那种绒布感觉，对，没错。